我要先您各位的掌声鼓励。是，这个相声大会一场接一场。哎，对，两个人说了一段，哎，特别特别的精彩，热闹啊！我在后台都睡着了，哎，真是，我也就小眯了一会儿。你还小眯了一会儿呢？睡了一会儿，我以为你小眯了一会儿呢，挺好，挺好。这场又换到我们哥俩了，哎，啊，有认识就不认识的，咱们介绍一下。旁边这位呢是我的搭档，叫张肖白。好，谢谢您各位啊。有很多朋友啊，现在都是冲着肖白来的。哎呦，不敢。尤其是马上啊，这不要到六月七月了吗？哎，六月七月呀、啊，是这个咱们是产生才子的时间，是吧？就马上要中考跟高考了，是吧？就是我这么说对吗？怎么了？干嘛这么说？我没明白什么叫产生才子的时间。就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咱们会参加考试的季节。对呀、啊，考试季节没有七月，就六月。中考是月初，而中考是月底，高考是月初。我记七啊，肯定七月就放假了。啊，不是，高考也有考错了补考的呀，对不对？万一没写名字呢，还得重新再写名字，对不对？我能让他糊涂一辈子，对不对？你说中考我就考了四回嘛，是不是？中考我都没参加过。你没参加过中考？保送高中。哎呦！啊！你们是不是也想上演？是不是？每天就在台上喜欢看演员装场内蒙是吧？以后我也不出这怪音，一点意思都没有。羡慕你。啊！你是傻是吗？你要说谢谢。Thank you。我看你这状态，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好了。羡慕您没参加过中考。哦，你都不知道，你应该羡慕我保送高中。羡慕没参加过中考，像话？你要羡慕这个，后台你一溜你就羡慕去。从云字科师哥开始，又羡慕您没参加过中考。你应该跟师傅说，师傅羡慕您没参加过。知道什么是重点吗？舍本逐末的玩意儿，本末倒置。本末倒置我知道，舍本我说什么？说你的相声吧。真讨厌，他老是这么讽刺我们。这些后台谁讽刺你们？你看，就是你没事，你说我九字的对不对？九字。九字最优秀的演员，你讽刺我干嘛呀？对不对啊？你看看人家赞美的声音，讽刺我就讽刺我，你把云字科的师哥捎上干嘛呀？那云字科那是彻彻底底的文盲，那是没上过学的，不是没参加过中考，那是连那个中学的初中的这个神圣的这个教室都没进去过。知道了吗？你知道你没参加中考，那你那意思，副总那文凭是买的？副总是啊，他不是说儿徒了吗？儿徒，你看为什么师傅介绍栾哥的时候是爱徒啊？因为他买文凭了。因为他知道上进。你看人炳哥，人不就是儿徒吗？对不对？三哥这儿徒，就是明白了，师傅嘴里的儿徒就是文盲的意思。你看有的那个大学学历的学习特别特别好的，后期来德云社也在云字科的，师傅就给起名叫蠢徒，是不是这样？他就是嫉妒，知道了吗？爱给人叫蠢徒。你像我这样的才子，是不是？咱们就是，你看看这赞美的声音，不需要赞美第三次了啊，已经两次了啊。我就说这个意思是吧？六七月啊，就是六月、又参加中考，又参加高考，我祝愿啊，又参加中考，又参加高考。谁呀？人一家俩，你干嘛呀？你不听有人话吗？一家人家有俩孩子，今年这个是吧？中考那个高考，这怕什么的呢？您把这个参加的这个单位说清楚了呀，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庭。OK， 没有问题，可以。说得很好，说得很棒，祝愿他们都能考上理想的学校。这是心里话吗？是。屁！他们都这么有学问了，谁还听相声来呀？他们都这么有学问了，就不来说相声了呀？哦，没人跟咱们。
校园没有鱼竿做了，挺好的。现在这不是吗？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小朋友们，人有时候台底下经常给肖白发私信，问一些个那个几何啊，带个数啊，反正各种题吧。反正我也没回过。嗯，没回过，他经常为难我们，拿着手机给我们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根号。看那个，这不是艾特你，这是二吧？知道吗？跟我们那儿显摆。看见了吗？根号哦，拿错了，这是你心电图。我停了是吗？这根号不是停了，你们家的根号正常呢。哎，有一点就得了，这么长就够了。我也能抽出手机，俩手机看是吧？不是，这个根号的长短取决于根号下面的东西有多长。真他没骗我吧？哦，那我要根号底下写好多骂街的话，啪啪啪，就能解开这个。哦，你要是能证明它是一个代数式是可以的。哎呦喂，骂个人还需要代数式？你是有病吗？我没病，我跟你一场。没事，都蒙了。刚才后台说刚打了一针强心针，现在很稳定。强心针都直接往心脏里。对，因为我老受你们挤兑，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怕你们一挤兑，我心脏开根号了，你知道吗？在台上，所以就往心脏扎一个胰岛素就完事了。扎胰岛素。嗯，大伙儿就对他熟悉，就说什么意思啊？说了半天了，跟您拉个家常。对，就是肖白啊，确实在我们这里面，这个是学历比较高的，还可以。我们跟人比不了，像我刚才说了，是猪啊。说不出来呀，这都没有想编个瞎话没编好。怎么你嘴里是有502似的？嘴都粘上了都。你有毛病，谁没人弄502？怎么现在用哥俩好？还改了一个有机胶这个。对，一个有营养，一个没营养，是吧？有机无机，是这意思。你要早来点有机肥料，你也能长1米8。干嘛要提身高呢？哇，有机无机就是有营养没营养。我一米七七。好了，就当你信了。我这叫信了，跟马街没什么区别。哎，我真1米77啊，穿上高跟鞋的时候。我以为是把那个尺子头绞下去的。多孙子呀，买尺子还得把头绞，那是铁的，容易拿着手。你玩过尺子吗？玩尺子干嘛呀？玩尺子没玩过尺子呀？啊，上学的时候这有那个尺子，咱们一般买不都20厘米的吗？嗯，我跟你说话呢。我就问你们一句，聊不聊？咱买那尺子不都是20厘米的吗？你们要这么敷衍也没意思啊。20厘米的，上学不经常玩吗？前面坐着一个人，就咱们那个同学，学习比较好的，拿尺子拍他脸，啪啪啪啪啪啪啪，是不是？哒哒哒揍他，没玩过尺子，那书拿着那书转书，没玩过，拿着笔，一会儿那笔都冒火星子了，没玩过。你要这么爱玩，您这方面的经历可能只能找云字科的师哥聊。你们就会总结出一个经验教训，叫什么？为什么考不上中学？因为火星子冒多了啊。是，确实小时候玩那咱转那笔哈，思考问题。哎呀，烫着我了。是的，思考问题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就说这个意思，上学你看我不怕把我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学历说出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嗯，因为我确实我参加中考完了后期呢，我是那个直接应聘，这个就是职高吧，算是。你应聘职高是差点高分吗？那叫不叫硬件呢？那叫什么？就是直接就上了，不需要分数的那一家怎么说？这方面我确实不了解，咱没有这方面经历。就是保送中专。
我以后再也不说保送这个词，刺激到你了是怎么着？保送中专，因为八零后，我们这波我们都八零后，八零后送中专，你闭嘴吧，就是不要分直接上。八零后那批孩子，都以我们那种比较调皮的后期到社会当中的这种精英，不都是这样进的吗？差不多得了，就是精，就是精，就是精英，就是，对吗？对，就这么骗我啊！给我骗死啊！我死的时候你们在我那儿喊啊！你是精英，你是精英，在我那坟那儿喊啊！你们在我那儿。能气死我，太讨厌了。精英我在你坟那喊，这他这英是英年早逝，真讨厌。反正就这一波孩子吧，这么因为为什么学艺嘛，艺术嘛，大家看了很多这个电影，文盲成精，英年早逝，就是这意思。你看，比如这两天我准备今天晚上那个看一部电影。变脸王你看过吗？没有。你看看老电影，九几年的电影，你看看那个学艺，小孩不容易，嗯，对不对？都是打小学，没有什么文化知识，但是说的是什么，后期你得弥补，你不能说真一点不懂。嗯，那相声演员的肚子杂货铺哪来的呀？对吧？你多懂，比如说您今天在座的啊，肯定当然都比我学历高啊，也都比我有学问，但是您知道的，比你学历低的，可能是在可能在小朋友里边找一找的。那不行，今天有小朋友吗？有。啊，有是吧？你看看，你比我学历低，你有什么可光荣的？但是人家比你学历低是暂时的。哦，我是练自行车啊。这跟自行车有什么关系？永久啊。关牛海怎么怎么样？没关系，没关系，后天弥补。现在咱们也天天看书，哎呦，这两天真的熬死我了。每天晚上就从这个，你看啊，我想想啊，应该读，我想想读的是哪本书？没本书。什么？那个估计开灯号了，刚才。你要不要给你舌头上来一针？张着嘴。我告诉你，永久也不永久啊！自行车撒气儿了。好玩儿，每天都看着演出啊，天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就不怕说这些。但是就说什么演员的肚子杂活不好，您知道的我多少啊？不能说全都懂。但是知道那么一点点的小边儿，你比如说像他说的，他学习特别特别的好，美特别好，你给我滚一边去！物理、化学啊，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我也知道，你看，比如阿尔法、贝塔是吧？我也知道，我不是说我一点不知道是吧？三进偷三进，三进的偷三进的，是吧？嘚嘚的偷，这不能偷。smoking 都 smoking。烟雾往上冒，对吧？为什么往上一冒烟？然后那个警报响了，滋滋滋滋，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设计。我以为你能说出什么来。我说他干嘛？那是有专门的工程师设计这些，对不对？所以不要设计别人的那个烟雾报警和那个森林是两。这个包已经过去了，能不要再说了。刚才我也是胡编的。就是每个人的领域都不太一样，哦，您有您自身的领域，嗯，我有我们的领域。当然有人说了，相声好说，嗯，站台上有张嘴，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逗乐呗，没那么简单。对，为什么呀？嗯，看似简单，没那么简单。对呀，这话没错吧？看似这儿他还得琢磨，看似简单，没那么简单。对呀，哎，我们是因为有这个金字招牌，您各位一看上来了，哎呀。关牛海，这我知道，嗯，外号德云花魁啊，小名关萌棒是吧？这您知道我，这是因为我师傅给的这个平台太是优秀了，哦，谢谢师傅是吧？就是这个，
啊，你平台很优秀，没有了这个金字招牌，就比如说拿我这，拿我这，你谢的这个方式，我估计我能这一声能喊天津去。我就说呀，没有这个金字招牌了，您还能来看我？你估计就不来了。嗯，你再是小白脸也没人看你啊，对不对啊？除非你干夜场去，是不是？对不对啊？你这边给你说相声，这边一根钢管，那你管我干什么呢？对不对？能挣钱就得了。但是我们在工地说相声，找吵架就找吵架啊！我就说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有金字招牌，哎，我们呢这碗饭好吃。哎，没有这个金字招牌了，这碗饭就不好吃了。哦，当然了，这碗饭就不好吃了啊！没有这个招牌，这个味道就变了。我说是咱们这个行业。哦，咱们这个职业就不太好干了，不容易了。哎，对了，就是这意思。所以说，督促演员，嗯，不好好学习，好好努力。哎，这么多演员来了，时刻秉承了一什么呢？嗯，不是来看我们的，啊，是来看德云社的。对，我们接纳您，所以说把自己努力这些东西放到舞台上。还我们接纳您，我们接待您，还接纳是观众接纳你这个低学历。看看书去吧，回去。昨天晚上刚看完礼仪呀，礼仪嘛，礼仪八卦，礼仪八卦，还看礼仪了，是吧？观众是看看周仪啊，周仪是管商演的，这是乔仪。对，观众是接什么？咱们接纳、接受啊，接受、接受咱们啊，就说呀，接受我们的一个过程，慢慢来。哎，所以演员就得多知多懂，嗯，不光在台上能把这个相声说了，哦，同时呢，其他的只要跟这个曲艺、戏曲、哦、有关系，能放到舞台上都有。啊，博采众家之长。对呀、啊，你看为什么说师傅这个相声说得好啊？为什么呢？师傅曾经说过啊，七岁学评书。嗯，师傅七岁这么高，现在还这么高，是不是？你刚才那一声就白喊了啊！我说师傅小儿子安迪这么高，你干嘛？你说谁这么高？我什么也没说呀。那为什么说那声白喊、啊？你说这话有问题。哦，你看到吗？你说说你那声啊，你白喊了吗？那我以为打头来了。哎，我就说呀，师傅七岁学评书，嗯，后来十几岁开始学习相声，对，导致师傅这么些年，嗯，哎，他就喜欢看书，嗯，所以说他肚腩就比较宽敞。对，那评书其实跟我们离得也是比较近的。哎，我不知道今天您各位除了听相声以外，嗯，有没有喜欢听评书的？一个都没有，太好了。就是给你们一秒，没有人理你，就给你们一秒钟。哎，我发现真是，我跟你们互动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觉得就我站在台上有点不敢接近我的意思，是吧？那礼拜一那会儿突然来，我们来亚视节目来，然后我说哪个小姑娘或者老爷们愿意上来，都这么看着我。啊，有人姑娘下来了，其实这帮观众其实都想上来，但是不敢上来，就怕你要钱。台上收费，那谁知道咱们什么收费标准呢？不都私底下给人弄二维码？没有这样的哈，咱们就聊着来。你看，嗯，评书为什么呀？嗯，它需要啊一个角儿站在台上，给用角儿的魅力去感染人。是，那真正老年人喜欢听评书的，我认为啊啊比较多。嗯，你像我的这个爷爷奶奶辈儿的，包括叔叔大爷辈儿的，嗯，他们之前的那些从苦日子过过来的，哎，啊，也没有 MP3、MP5、MP6、MP7都没有，对吧？对吧？就一个 MP4 你没说，重新罚我，因为当时没买得起，弄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叫什么，话匣子是吧？半导体的东西，收音机，然后永远是听那些评书什么的。哎，我认为特别的好。哎，评书真的很长能耐。是，因为你看师傅那会儿跟我说，师傅最早怎么说评书？各位，嗯，我给您不怕您，就是我在台上说一些行业内部的问题啊，啊，咱不怕。哦，师傅那会儿说怎么说评书啊？嗯，看一小段儿。好，这小段儿啊，嗯，没多少，嗯，二三十个字，讲述一个内容，概括一下。哎，你给它扩充。嗯，扩充成一个40分钟的节目，放到舞台上，这就叫评书，明白了吗？但是这里面什么都得有。明白了。哎，再给这个几十个字总结一下呢，就俩字儿，嗯，诈骗。可不就编一个故事呗？就
这我也会编。那你不能那么说。你看咱们过去，咱们八零后小时候看电视剧，嗯，那个电视节目也没有什么，唯一能看的，比如一个恐怖的，你看没看过？什么呀？《聊斋》。来，你那边再叫唤叫唤一声，来配合我一下，《聊斋》。你看，跑这边来了啊。这个不是聊斋，不用我的小时候不看聊斋，你看我看渴望，你真挺渴望的。这个看的聊斋，你看聊斋一个电视剧，一集也得差不多30分钟、40分钟。对，但实际上您要看过聊斋的这本书，它一个故事没多少字儿，原文都很短，最短的啊有的10来个字儿，就最长的30-40个字儿。就这样，嗯，但是人家老先生不是，如果要过去说这部评书的话，他会往里面添很多的内容在里面，对，让观众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其实都是自己加的，但是得合遥性，得有道理，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了，嗯，你比如说有这么一部书《聊斋》啊，老先生一说往里添东西，那好听。嚯，话说，嗯，啊，先拍一下吧，按规矩来，忘了。拍不拍都行，这破玩意儿有什么呢？这玩意儿你们今天就不在，今儿人再多在我这给他吃了。就是说好赖话的是吧？这玩意儿跟秤砣似的，有什么可吃的？净给自己来这些完成不了的 KPI。对呀、啊，回头这换成巧克力多好，舔一口也值了，是不是？那没人能。我说换成巧克力的，这就是巧克力的。你们各位观众也是，你这要有心听相声这么捧我们，我一说巧克力的，现在出去买去呀。那旁边不是有麦当劳，给我买一圣诞回来，搁这儿巧克力味儿。我拿去，圣诞都行，对不对啊？哎，我这一拍溅出来的，还能吃了？嗯，我是真的。你拍就拍吧，你要不就别拍，要不就别动它。说半天说不怎么就跑到圣诞，还得来吧？这不就是换个醒目吗？是不是？实在得发展稍微的。我爱喝醒目。爱喝什么？可乐。哦，好的。无糖的可以吗？不行。哦，赶紧说，说不说了？说呀、啊，我正要拍呢。拍，把手搁这儿。不让拍他手，咱们拍话了。来这么一下啊，看看一拍醒目正式。给您说书了啊，就是压言嘛。话说这位公子正在屋中秉烛夜读，天热呀，把这窗户就推开了，忽听得窗外传来了阵阵的笑声。这位公子爷回头观瞧呀，见一妞，嗯，年方28，把他请到屋里来，两个人对坐而谈。这一谈可不要紧，自娘们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诗词歌赋无一不晓。二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投机，这才携手，什么玩意儿？入罗帷，看见了吗？是不是每一个字通俗易懂？您这太通俗易懂了。实际上他没有什么东西，哎，他可以往里添加的东西，哦，就在这让您一听，哦，是这么回事，明白了，原文没准3-2个字就解决了。嗯，还有呢，啊，听评书听什么呀？嗯，相声结尾是得说去你的吧，一说这个，或者说别挨骂了。你看过去老先生这个段子都这么说，别挨骂了，因为为什么呀？嗯，说我们这个行业过去说的都不是人话，所以别挨骂。这么一句，现在是去你的吧，上升这么一个神圣的档次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吧？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他什么时候下班我说了算，差不多这个意思吧。哎，但是评书不一样，哦，评书最后啊，嗯，你得有一个结尾，这个书你得说完了。好，说完了，有的呢，嗯，像我师父这样的呢，嗯，大家人家得留扣子。勾着您下次还得来听了。哎，这个行话叫留扣子，嗯，我师父说那叫挖坑。对，这个扣子留得越精彩，嗯，
观众越爱听，吸引人家下回再来。对呀、啊嗯、师傅现在说评书有时候在甭管是咱们某奇艺呀、啊、还是某库啊，是不是说的这些评书某奇艺某库，对，他没给咱钱，咱不能给他们做广告。对不对？你不许说出爱奇艺跟优酷啊。爱奇艺确实没给钱，优酷给钱了。给钱，看够完了。就说这个意思，每一集都看，恨不得想赶紧更新。对，哎，这是现在这个时代，有电视这个宣传途径是这样的。过去不是啊，过去老先生人在剧场说相声，那底下或者说评书都是在台上啊，那台下的观众，那听完了以后还想听怎么办呀？怎么办？你就得买票再来。第二天再来，咱们师爷金文生师爷金先生，那评书原来在德云书馆说书，说完了以后，那观众真是排着队来听来的。为什么呀？精彩，那扣子留得好，对，最后这小木头这一拍，悬念就留这儿了，各位。什么玩意儿？我也觉得是，怎么来这么一个表情啊？就这坑就挖在这儿了。哎呦，底下观众心咯噔一下啊！没诅咒观众，想完没开灯泡了，开灯泡，观众心咯噔，哎呦，怎么回事儿？这是，嘿，买票听，吸引人到什么份儿上？好比说底下有一个观众，明天要在外地谈一桩生意，这桩生意谈成了能挣一个亿，多少？能一个亿。这么些钱啊！但是就是为了听评书，这最后怎么着了？生意不谈了，明天买张票接着听，听完了再去谈生意。你看，就这么吸引人。哦，这个我跟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你大学生有什么想法？我听听。我要是他，我先挣这一个亿，然后包他给我说书。节目还能卖点钱呢。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些？因为你没有上过大学。不会，我们上的是财经大学，有这方面的经济头脑。我跟你说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肯定会有那些高风亮节的老先生。这高峰老师来也得挣钱呢。嘿，这真不错，你要再跟我玩谐音梗你就滚。高风亮节，这是一个成语，懂个屁呀、啊、你。哎呦，我还不懂成语，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不是，你就再那个高风亮节，老师傅怎么样？怎么了？师傅你拍他这一个亿，你让他给你说书，那师傅也得好啊。不相信，不相信，师傅你不是这样的人。真的，老喊上我喊的是拦着点我行，拦不住你，我嗓子也疼。就说这个意思，你看过去有一个老先生啊，咱们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咱们也不提了。哦，人家过去说书，哎呦，说的好啊，那个扣子留的，每一句话都能留一个悬念出来。嚯，勾着您听，怎么回事啊？哟啊，嘣，是嘿啊。就是都是这样，都是这样。观众都是这样，过去留扣留的好，老先生就扣人心弦呐。哎呦，我的天哪！那老先生，简单举例子啊。今天。我想知道这老先生什么时候让人打死的。我打死啊，废话，有这样，这叫留悬念吗？我这模仿的不像真正，我来一项的，我跟你说给你都能勾住了。不可能，你看我给你学学这个啊。这老先生说书就是关外的，嗯，东北那边的，说先说书说的真好，不，每一个字扣人心弦啊。人学的好的说书说的慢啊，我给我打哈欠的了啊。我这说的慢你就该睡睡你的啊。我尽量小点声啊。我看你那静音键在哪儿，我给你摁开。我听我打哈欠。话说这位公子要喝茶，这手端过茶碗，这手
手呢掐了一把茶叶，把这茶叶放到杯中，放完之后定睛观瞧，啊，喝多了，这么一惊一乍，这可如何是好啊？哦，我喝多了，这不是犯罪吗？各位，您稍安勿躁，按现在的重点来说，48个小时过去了，两天两宿，这位公子爷想出了一个绝佳的好主意。什么主意啊？取出点儿。这主意想两天呀、啊。各位，您稍安勿躁。嗯。取完之后，定睛观瞧，啊！又怎么了？全没了。缺心眼儿，这是。又抓回点来，这才算正好。各位您可听好哦，嗯，它是喝茶，对，它不是吃茶呀。哦，没有水怎么能行呢？不行。这手，借过暖壶，暖壶丝啪这么一拔，把这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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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进杯中，倒完之后定睛观瞧，哎呀，怎么了又？凉水。那废话。什么暖壶放两天的水也凉了，哎，所以说您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没有，其实到最后就是废话。哎哎，这个老先生姓什么叫什么，知道为什么我不提了吗？为什么呢？还没说完呢，就让人打死了。这比那个死的最好。哪有这么说出的？但是确实是留悬念，留到最后啊，它不一定是什么，是没准是个小笑话，嗯，没准是一句话，真的是没有说完。哎，还有一个，嗯，评书跟相声有一个共通之处。什么共通之处？站在舞台上都要说普通话。哦，不能说方言。也有说方言说出，但是人都在外边，哦，就是当地特色。哎，对对对，你有这样，比如到山西，人家就欣赏一下山西当地人怎么说说相声、说评书的，有这样的呀，嗯，是不是啊？是是，戏曲也是可以这样的呀，嗯，但是它好玩儿啊。你比如说吧，就那种录电视，嗯，或者站在你北京来北方，嗯，你都要说普通话。对，袁阔成、袁阔老、袁先生，那子龙救主、长坂坡，那每一个字儿说的都清楚啊。哦，人家过去老先生不光说评书。人家还要带身段呢，嗯，这打小得学。你看我们这个身段都差的，哎，不行。哎，人家那个就是嘴里面清楚，简单给你学两句。嗯。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怀揣额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在这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来到挡阳桥前，见一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赵云抱拳拱手：“三将军，恕末将甲胄在身，不得下马施礼。”三将军还礼：“四将军免礼，胜败如何？”哎呀，惭愧啊惭愧，敌众我寡，我是大败而归呀、啊！曹兵马上就到，大哥身在何处？大哥在松林中等候你前去相见。这里有俺老张抵挡一面，说罢一刀，掌中是掌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你看他每一个字他清楚。好，哎，老相说完了以后，这里掌声，你看我刷了，哎。别打着麦克风，麦克风手疼，真是手疼，踢脚啊，踢脚脚疼。就说这个意思，老先生说出，因为他听入迷了。嗯，当然刚才小北也说了，有没有外地方言说出的？有吗？有，当然有了。哦，你看我们到天津，嗯，演出去啊，那天我就是，我有一亲戚啊，也是天津朋友，但你说是亲戚吗？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认识年头挺多的一个哥哥。哦，哎呀，你具体哪人我没跟人聊过啊，我们俩一共就 QQ 联系过几次，还有一个。他管这叫亲戚，不是我给他那微信王那个名字写的叫亲戚。我心想亲戚乱认，对，我心想离得近点，万一他一看这微信，用你把我当成你的亲戚，请我吃饭什么的，都是相声演员，小心眼。没有这样，他不知道他哪人，但是哎，他哎呦喜欢这个。具体我没看过人家身份证，但是不知道哪人 ，QQ 人。常年生活在天津，哦啊，有时候也来北京出差，都不知道老家是哪儿的。但是他喜欢这曲艺，嗯，戏曲都喜欢。好，每次一去天津，准请我吃饭，就好，跟我聊聊这聊聊那个，哎，太迷这些了。哦，
太迷这些了，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就在他们家天津的小区那门口，摆一桌子啊，也跟那儿说书。嚯，那天我这不是我们刚从天津回来吗？我找他去，我一看，嘿，正说呢，巧了，也是这段儿，长坂坡子龙救主，就刚才这个，哎，他说话好玩，嗯，天津话、天津味儿、天津口头语在里面都有，是吗？你听着玩儿可好玩了，哦，您学学，您学学这个，哎，我这哥哥说书有一个特点，哦，上午精神，下午呢？差的，那就别四五点钟说了，那就为什么呀？十一二点是上午精神吗？别的，他是这种崇尚武艺的精神，上午精神。对对对，我给你来学学他这个，跟老先生的稳稳当当那个感觉就不太一样。哦，你看醒目一拿起来，当然也得稳。啊！你看他有什么丑的？手从犄角。这回所谁？话说。唐僧将军赵云赵龙怀揣恶斗全凭胯下马掌中哎哎呦这根儿呛真呛那赵云在曹营杀了个七簇奇物各位七簇奇物他咬着舌头7-11十一是哪来的呀归齐闯出重围来到党阳前阳桥前呀这这不是你妈张飞吗？这不是你妈大黑脸儿吗？哎呀，张飞还你老师，你妈嘴里干净点，你别说人家了就。哪呀你妈妈没完了？嘿，怎么样？打仗有戏吗？哎，有你妈妈戏。我输了，你猜怎么着？他们人太多，他们人太少啊！我这是嚼心儿上脏裤子。怎么说？你妈点儿太低了。张飞，我的老师啊，没事儿，谁呀？谁呀？谁呀？小妹儿吗？不是，曹孟德啊。你走你的，你走你的啊。你让他扫定扫定，我谁呀？谁？我谁呀？谁？我你妈灭霸！感谢大伙啊！感谢您掌声鼓励。现在真是这个每天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平时没事刷刷网络。跟您一样啊，这个是不是每天你们都看了一些个抖音啊、快手什么的，每天都看吗？看。每天都看我啊。哦，老爷们儿一般都看什么呀？老爷们儿看我啊。哎呦，赶紧上医院吧。爱好得变一变了。老爷们儿应该看你，你多爷们儿。哇，那没什么可看的，是不是？对，一看你，小白保佑我，保佑我，我参加成人高考，是不是？参加成人高考。看看抖音，其实确实挺好玩的。哎，抖音让我记得还是放假春节那个阶段呢。有一个，我看那个就是都唱歌的居多。哦，啊，还有几个说唱，先弄一堆阿姨们说唱，你们听过那个吗？没有。新鲜的豆包。哈哈哈哈哈！快上豆浆。我很好奇，怎么把新鲜的豆包吹成豆馅？这个逆向工程，好家伙，这在工业设计当中要用到。看，这就是我们天才的想法，就是反向思维。豆包，然后拆开那个吃的，然后重新加热加工。是不是？那会儿都有这些啊。春节的时候看几个老太太，哎呦，老阿姨们真的特别特别可爱。哎，估计也都是孩子喜欢这个。是。然后借着这个点赞量很高呢，700多万的点赞呢。哇！啊天，我估计我那抖音到我死都点不了那么多。到你死都点不了。哎呦，那有700多人啊，700多万人。700多人，700多人一人点1万赞，这是多恨你呀、啊！
把手机给他点碎了，哎，对吧？今天先拿豆腐馅儿，把它踹成豆腐包，这就多好玩，是不是？后来我想，你再了解了解吧，那就说吧，反正甭管怎么说吧。后来我想，你看就加工一下，放在台上我就能用。哦，你看这咱们相声演员，咱来一个特别好玩。啊，你来一个，来，来，这打点来，跟着我打点来。介绍完名字，给您说点相声，是不是？我用这么用这么暴躁吗？不用啊，上头来点啊，给你四个字的评价。你先别不说，现在说完了。这次什么玩意儿？学的老阿姨的，真正你看放到舞台上，我给改了改，你给我拍，你看我自己啊。介绍完名字。